昨天晚上网管不说想吃花了，今天果敢去弄了几斤，趁着这水好，我们现在给洗一半身。可以，洗完了还有这么多，今天准备弄个野菊花露来吃一半身。粗盐给它先炒一半身，八角来一半身，花椒来一半身，给它炒一半身。这个盐炒得微微半方就得行了啊。放入花露，尖尖朝下，一个一个给它卤进去。再给它撒一半身老姜丝哦，去腥增香。锅盖盖上，给它焖一半身。弄了石板砖，开盖。哦豁，先柴有点干，烧点焦，应该味道还不错。已经熟了，在这一分钟，我们先干它半熟。好烫，好烫。出来。嗯。味道还是相当不错，关于这道菜我做个技术总结，小伙伴们都吃了可可不要丢，我们还可以做根项链，肉我就吃了，但是这可可还是要留给王姐，这根项链漂不漂亮？